大家好，我是丽亚。10月2日，女排世锦赛第一阶段比赛尘埃落定，16支队伍晋级，8支队伍被淘汰。塞尔维亚、意大利、美国、中国、巴西等传统强队表现不俗，高歌猛进。喀麦隆、韩国、哈萨克斯坦等实力不济备受打击。单项技术方面，中国女排刁琳宇二传榜排第一，李盈莹扣球榜第二，一传榜第三，得分榜第四和防守榜第19，袁心玥和王媛媛分列篮网榜第15和20位，王梦洁和王云露分别排名一传榜第13和17，发球榜前20没有中国球员。小组赛表现抢眼的比利时占据三项榜首，其中赫伯茨一人独占得分和扣球两项第一，让森斯排名篮网榜首位。美国德鲁斯、阿根廷尼泽蒂奇和意大利德吉纳罗分别排名发球、一传和防守榜第一。中国女排队员发、扣、篮详细数据如下：一、发球一，李盈莹五个发球得分排名第七，73次发球，五得分八失误；二、袁心玥四个发球得分排名第八，53次发球，四得分二失误，发球得分率7.5%。发球效率3.83%，王云露四个发球得分排名第八，63次发球，四得分七失误，发球得分率6.3%，发球效率比4.85%。龚翔宇四个发球得分排名第八，56次发球，四得分三失误，发球得分率7.1%，发球效率1.86%。刁琳宇两个发球得分排名第十，59次发球，二得分三失误，发球得分率3.4%，发球效率比1.77%。王媛媛一个发球得分排名第11，57次发球，一得分二失误，发球得分率1.8%，发球效率比1.82%。扣球一，李盈莹94分排名第二，192扣94中18失误被拦，扣球成功率49%，扣球效率39.62%。袁心玥47分排名第25，81扣47中30误被拦，扣球成功率58%，扣球效率54.33%。王云露43分排名第28，103扣43中11失误被拦，扣球成功率41.7%，扣球效率31.14%。王媛媛34分排名第37，57扣34中5失误被拦，扣球成功率59.6%，扣球效率50.95%。龚翔宇29分排名第42，88扣29中14失误被拦，扣球成功率33%，扣球效率17.3%。篮网一，袁心玥13个篮网排名第八，61次篮网，13得分28失误被拦，篮网得分率21.3%，发球效率比24.62%。王媛媛11个篮网得分排名第九，47次篮网，11得分27失误，篮网得分率23.4%，篮网效率比33.3%。刁琳宇4个篮网得分排名第16，32次篮网，4得分12失误，篮网得分率12.5%，篮网效率比25.4%。王云露四个篮网得分排名第16，23次篮网，四得分十失误，篮网得分率17.4%，篮网效率比26.15%。李盈莹四个篮网得分排名第16，21次篮网，四得分六失误，篮网得分率19%，篮网效率比9.56%。龚翔宇四个篮网得分排名第16，13次篮网，四得分五失误，篮网得分率30.8%，篮网效率比7.7%。杨涵玉两个篮网得分排名第18，8次篮网，二得分四失误，篮网得分率25%，篮网效率比25%。总体而言，第一阶段中国女排表现正常，发挥出了应有水平。希望他们保持状态继续冲锋，1/8决赛打得更好，加油！今天的节目就到这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点击右下角订阅收藏不迷路。